Hello， 大家好，我是直男小助理，欢迎来到直男的频道。相信大家的童年时期都一定至少有看过一部动画片，或有非常喜欢的动画片，喜欢到连它的主题曲都会唱的那种吧。那么在大家的记忆中，曾经有没有看过动画片是有狗狗这个角色的存在，而且还是灵魂人物呢？也就是因为看过一些有狗狗角色的动画片而爱上狗狗的，让自己长大后可能做铲屎官照顾他们的几率大大的提升，甚至到现在的沦陷。所以今天我会介绍在我们小时候熟悉的美国狗狗动画角色给每个爱看动画片又爱狗的你。那么就事不宜迟，今天要介绍的狗狗动画角色就是调皮可爱的史努比。史努比英文名 Snoopy， 是来自美国漫画家查尔斯·舒尔茨的手笔，从1950年以漫画的形式出现在大众的眼前。漫画作品为花生漫画，史努比是一只外观拥有黑白花色的小猎犬，最具特色的就是背后有个大斑点以及红色的项圈。在花生漫画里，它是一只有丰富想象力、性格特别、自信以及聪明的狗狗。它总是能够让自卑的主人查理·布朗变得乐观、勇敢和开心，偶尔也喜欢欺负主人。最初，它的外形是查尔斯参考他小时候所养的一只名叫史派克的小狗作为原型。史努比在漫画里的出生地是雏菊山小狗场，父亲名为巴克斯特，母亲名为米西。如果与动画版计算在一起，史努比有八位兄弟姐妹，他们分别有史派克、贝尔、奥拉夫、安迪、马布尔斯、罗佛和茉莉。一开始，史努比是被一名叫莱拉的小女孩所饲养，之后却因为莱拉所住的公寓不能养狗，便不舍地送回小狗场，最后被主人查理饲养。由于他时常不记得主人的名字，所以在他心里都以圆头小子来称呼查理。在开始绘画史努比这个角色时，查尔斯并没有想要将他拟人化的表现，只是作为查理与朋友嬉戏或玩棒球时的陪伴。随后在1956年，查尔斯首次让史努比这个角色以两脚站立的姿态出现，开始在拟人化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让读者对史努比的生活有更多想象和乐趣。虽然拟人化了，但作者查尔斯没有让他拥有说话的功能，而是用椭圆的框框让他表现出内心的想法，加上用一些吠叫声比拟说话，呜咽声表现伤心，笑声表达开心，以及一些指手画脚的动作。之后在史努比动画的最早期里，他的叫声是由导演比尔·莫伦茨来扮演的。在被赋予拟人化后，史努比开始表现出一般狗狗不会做的事情，比如可以把两边耳朵在头上旋转并飞起来，像是直升机一样在半空飞行。它的外形在时间的推移和受欢迎的程度下被不断的改良，属于最多变的角色之一，但却不影响它抢了主人查理的风头，可以证明作者查尔斯在这方面把控得很好。除了史努比背后大斑点和红色的项圈是最大特点外，史努比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喜欢在狗屋的屋顶上睡觉。众所周知，普通的狗狗都会到狗屋里睡觉或休息，可是偏偏史努比就是要与众不同，不只睡在狗屋的屋顶上，还有时候会把自己的狗屋想象成飞机，驾驶着它翱翔在天际，面对各式各样的冒险爱情故事，可以说非常的逗趣。
其中一个最特别，也是史努比最喜欢的打扮，就是戴着飞行帽，把自己想象成是一位活在一次大战时期的黄牌飞行员，名为轰炸王，并把狗屋想象成一架战斗机，并且有着一位宿敌，绰号红男爵，是一位德国飞行员，名为曼费雷德·冯·里希特霍芬。史努比还是一只无所不能的狗狗，在动画里总是可以完成主人不能做到的事，比如在史努比的电影里，主人不会跳舞，自己就会化身成舞蹈老师教主人跳舞，进行一些科学实验，煮饭，甚至是自己洗澡，让主人可以偶尔只需要投食就好。他还是个调皮鬼，在动画里他时常与角色名为露西·潘贝鲁特的女孩较劲，明明知道露西嫌弃他肮脏并且有狂犬病的可能，还是喜欢靠近作弄舔舐他，让露西时常暴怒却又无可奈何。他也很喜欢抢莱纳斯的安全毯，还把不愿放开手的莱纳斯与毛毯一起拖着走。这富有想象力的狗狗常常也把自己当成是世界著名作家，把一台红色的打字机搬到狗屋上写小说，而且小说的开头几乎都是这是一个黑暗的暴风雨夜晚。在1997年，美国将订约桥牌协会的终身桥式头衔颁发给了史努比与他的朋友名为糊涂塔克的小鸟，只因为在花生漫画里有着一些史努比玩桥牌的剧情。接着在2015年的11月2日，史努比拥有了自己专属的新型奖章，此奖章被镶在了著名的好莱坞星光大道的路上，是第二个与花生漫画有关联的荣誉。史努比的出名当然不止这些，在美国国家航天局 NASA 主导的阿波罗计划时期，便把它多次当成吉祥物，还将其引用在1969年登月的阿波罗10号的一架登月小艇的名字里。据说 NASA 还曾经设计出外观像是史努比耳朵的通讯帽，便命名为史努比帽，也在1968年成立银史努比奖，来鼓励在太空计划工程里努力追求品质和安全的人。史努比还被当成绰号用在军事航空方面，一架编号为550665的测试雷达系统的飞机上，美国空军学院的第26中队也曾使用史努比扮演的轰炸王的造型来制成该分队单位布章上的花样。另外，作者查尔斯常年居住的诺马县也有个以他命名的机场，名为查尔斯·舒尔茨·索诺马县机场，而且该机场的标志是用史努比扮演的轰炸王模样来做图案。在商业部分，美国保险公司大都会人寿在1985年和2016年期间也采用了史努比为他们全球品牌形象大使，并请了专人来打造史努比1、2和3号的飞艇，用来体育赛事上进行空中转播和广告用途。最后，我的想法是，对于我来说，史努比不只是一个动画的角色，而是承载了无数人，甚至包括我的童年回忆，以及一起度过的每一份快乐，尤其是现在身为成年人的我们，可遇不可求的回忆。情怀，对于这个与史努比相遇相知的回忆，我会好好的珍惜，甚至保留在心里，成为卫冕的童心。偷偷告诉你们，我甚至买了他的玩偶来收藏，有时候看到夹娃娃机器如果有他的影子，也会试试自己的手气玩上一两把，直到夹到他才舍得离开。而且也有个愿望是想去日本的史努比博物院参观，不过之前有查阅他的资料时是听说关闭，但却不知道现在还有这个可爱的博物院在吗？
可以说史努比也是让我喜欢狗狗的契机之一，因为它带来的无数快乐让我开始想象养狗的自己也想做个负责任的好铲屎官，并且分享自己对狗狗的一些小热衷给你们。那么介绍完史努比的动画角色，想问问看你们有自己喜欢的狗狗动画角色吗？欢迎你们到下方评论区留言与我们分享你们喜欢的狗狗角色哦。如果喜欢我们介绍这类型影片的话，记得订阅和关注直男频道哦。